全军荣誉功勋部队代表组成的战旗方队正浩荡而来。为什么战旗美如画，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？人民军队基因永不磨灭，红色血脉永远传承。夙愿一次，光荣一生。参加了建国七十周年阅兵仪式，我感到由衷的自豪。军队的强大是人民和祖国坚强的后盾。从陆地猛虎到海上蛟龙，第五十六连是历经战争烽火淬炼而成的英雄连队。我是硬骨头班长陈峰。中央军委授予英雄硬六连的称号。硬骨头六连，硬骨头六连，六连，六连，六连。十年前我在上初一，我的爷爷包括我的父亲都是一名军人。我的父亲对我影响也非常大，他从小就给我灌输中国男儿就是要报效国家，保卫国家，投身军营，建功立业。三。2017年我入伍参军，现在是硬骨头六连的班长兼任车长。我的父亲他知道我来到六连当兵以后，就嘱托我一定要好好干，不要给六连丢脸。前面安军，对，快快快！前面安军，对，军事做好战斗准备。我觉得硬骨头六连的硬印在我们的精神上面。连队有三股劲，四过硬。三股劲是压倒一切敌人的狠劲，百折不挠的韧劲，坚持到底的后劲。四过硬是战备思想过硬，战斗作风过硬，军事技术过硬，跟军政纪律过硬。这三股劲跟四过硬就涵盖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，包括训练上所有遇到一切困难。硬骨头军事就是要有这种狼嚎式的战斗属性，冲锋式的战斗姿态和永保第一的军人本色。困难面前有六连，六连面前无困难。必须要把敌人干倒的那种精神死死地刻在我的心中。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，他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，坚持政治建军、改革强军、科技兴军、依法治军。2017年，连队从杭州千里移防至岭南。移防后，面对新环境、新体制、新要求，积极探索战法、训法创新，围绕一专多能的要求，不断强化每名官兵的实战能力。现在全连年年基础科目成绩综合全旅第一，85%以上官兵精通两种以上主战专业技能。2020年，我们想跟习主席报告一下连队近十年来的一些发展。当时我们写的信里面还给习主席寄了几张照片，反映了连队近些年来移防以后取得的一些成绩，还有一直坚持的一些传统。习主席给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硬骨头六连全体官兵回信，勉励他们牢记强军目标，传承红色基因，苦练打赢本领，把硬骨头精神发扬光大，把连队建设得更加坚强。大家请看，这个是在2020年1月18日主席给我们的回信。主席在回信当中希望我们能够牢记强军目标，传承红色基因，苦练打赢本领。这封回信中蕴含了主席对连队的关怀，对我们部队的希望，一直在激励连队官兵在强军的征程上不断前行。连队有句话叫做走进六连门，永为六连人，时刻不忘本，铭刻六连魂，把六连的基因
牢牢地刻在自己的骨子里，做新时代硬骨头战士。早晨，在训练过程中，希望同志们发扬硬骨头精神，敢吃苦，耐吃苦。硬骨头六连以前就是单一的步兵装备，现在我们从步兵转变为了两栖装甲步兵，配发了两栖的装备。部队的装备也是由机械化逐步向信息化进行转变，更好地应对未来战场上变幻莫测的局势。我在连队12年，可以说经历了很多。我们军人的生活福利待遇更好了，官兵的幸福感、获得感也明显增强。我们经常讲说六连吃一面大旗，我认为中国军队应该每一个人都具有硬骨头精神，更加强大，更加自信。在未来，我还是希望把我们硬骨的精神发扬光大，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。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连队的精神，也是作为一种攻坚克难的一种精神。对着攻击，打出目标。我有招，招必战，战必胜。我们时刻谨记，我们的身后是国与家。这是作为一名中国军人对祖国和人民最坚定的承诺。这10年，我从一名普通高中生成长为硬骨头六连战士，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，参加了建国70周年阅兵仪式。如今山河无恙，吾辈自强。我们热爱和平，但从不惧怕战争。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。这10年在感动中前行，